真的答应我了，不会后悔吧？嗯，我的店。哎，没事儿，无论你带不带店，我都一样。好啦，明天不是还有比赛吗？赶紧先回去吧。我不走。你再不回去，一会儿就太晚了。你真的让我走啊？我不走。 快回去吧，一会儿感冒了。我回宿舍了。